原标题，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武士道，为国家和唾骂君主，为名誉和牺牲生命小之战。晋军统帅先轸大败秦军，为先起三万大军，威震天下。战争结束后，先轸便将秦军统帅孟明视等三人献俘给晋襄公。一身黑色丧服的晋襄公受俘后，便在先轸等晋文公时代的宿将们簇拥下，携大圣之姿，神情肃然地将文公正式下葬。这一刻的晋国，悲哀中透出霸道，沉痛中显露威势，简直酷毙了。崤山一战打得虽然不厚道，却漂亮之极，先轸未免有些飘飘然，因而也忘却了一个最重要的为臣之道——低调。要知道，先轸虽是功高盖世，但另一面也是功高盖主。他的功绩越大，他的处境也越危险。在这个敏感时刻，他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才对。可惜，他的冲动与热血最终彻底的害了他，让晋国这一颗最璀璨的将星，在其人生的最高点，居然陨落。事情的引发点就是秦国三帅的处置。原来年轻的晋襄公犯了妇人之仁，竟然在自己继母秦女文嬴的劝说下，把先轸好不容易抓来的秦国三帅给放了。先轸正在家里吃饭，听说三帅已被释放，心里那个气呀，他把嘴巴里的肉往地上一吐，怒气冲冲直闯宫门，质问襄公道：“秦球何在？”襄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笑着说：“母夫人请放归于秦，寡人已从之矣。”先轸气急败坏，竟当着襄公的面朝席上吐了一口唾沫，跺脚怒道：“多如此，不知是如此。武夫千辛万苦方获此球，乃坏于妇人之片也。放虎归山，翌日悔之晚矣。”先轸的这个举动真的是失礼了，不但责骂国君，还不讲卫生吐口水，这个就是所谓的唾沫了，简直没把大老板放在眼里。你功劳虽大，却也是个臣子，臣子招国君吐口水，在后世放在哪都是个死罪。晋襄公挨了先轸的唾沫，却也不敢发火，只得派人去追秦国三帅，结果还是没追到，导致后来秦穆公与三帅同心同德，奋发图强，扩军备战，厉兵秣马，终于在三年后济河汾州打败晋军，在崤山祭奠阵亡将士，算是报仇雪了恨。图秦穆公三用败将，终于打败晋国，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襄公毕竟自己有错，所以也没有多加追究。可是很显然，他与先轸之间融洽的君臣关系算是彻底掰了。过了没多久，先轸反思自己的言行，也不禁有些后悔，自己的确实太冲动太无理了，冲动是魔鬼的。于是耿直的先轸主动自责，辞去了元帅职务，为自己的冒失行为买单。然而个性执拗的先轸承受不住这种落差，他就像莫泊桑小说《项链》中的玛蒂尔德夫人一样，失去了自己最珍贵的项链，就彻底失去了人生的方向。他觉得这样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不如先下死为强，为自己光辉的一生留下一个最完美的句点。于是便有了如下一幕。四个月后，晋国与另一只蛮夷白蹄犬戎别族散居在黄河西岸开战，先轸的军队又一次大获全胜，晋国的将坛新秀细缺还俘虏了白蹄的国君。眼看胜利在望，先轸突然脱下头盔与铠甲，驱使单车冲入敌军，往来驰骤，瞬间搏杀了数十名敌军士兵，凶不可当。敌人大惊，连忙下令放箭，无数支利箭划破历史的天空，将先轸和他的御者车右都射成了刺猬。先轸身中数十箭，仍勇猛若神，他大喝一声，目眦尽裂，引弓狂射，又连中数位敌将，敌人大惊，纷纷后退。
先诊罪又捡起车右的战歌，跳下战车冲上前去狂舞战歌，又将数名敌将砍倒，终因流血过多不知倒地，仰天大呼：“魏将者当死于战阵，岂不快哉？”然后瘫倒在地，力竭而死。战场上一片寂静，只有萧萧兮的风咕嘟的吹着，卷起漫天沙尘。最终先诊用世界上最壮烈的自杀式攻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将军，他要死也要选择战死疆场，这个最光荣最有尊严的死法。之后白狄人敬重于先诊的忠勇，于是将他的头颅和一封遗书恭恭敬敬地送回了军营。只见他的头颅面色红润，怒目直视，就如未死一般。而那封遗书中竟赫然写道：“匹夫惩治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晋襄公忽然醒悟，懊悔不已，遂立刻封先诊的儿子先且居为中军将，算是给先家一点补偿。图今陕西沁县伏牛山先者庙，庙虽已残破，香火冷落，但规制尚在。有人说先诊绝而无礼，且只因得罪国君就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竟用死来逃避一切，是奴性作祟，是懦夫行径。这个观点我不大认同。至少在明清以前，中国人还是没有奴性基因的，特别是2000年前的春秋时期，所谓诸侯与卿大夫只不过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代表一种政治隶属，根本不必奴颜卑膝。所以也有人说先诊有功必自官，有过必自成，他最后为了尊严而死，是勇者的典范，是壮烈的涅槃。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家梁启超，他认为先诊是中国武士道精神的典范，一个真正的武士当尊长的行为有损于国家大计时，就应该勇于犯赏，哪怕是君主犯错，该唾骂就要唾骂，该抗责就要抗责，这是其爱国之热诚使然。而试过之后，先诊自觉其失礼有损其个人名誉，于是不肯自宽而以身殉之，这是其自爱之热诚使然。一个真正的武士应名誉高于一切，只要自己的名誉有一丝一毫遭到污染，则刻不能忍，宁肯牺牲生命以恢复名誉。虽然如此，先诊却不肯妄杀人，亦不肯妄自杀，因为杀人为乱暴，自杀为智行薄弱，所以他必须等待国有战士而率先陷敌阵，一死以扬国威。如此之武士道，是为大勇，是为百，是之师。当然梁先生的观点也稍显偏颇，您忍就功名与慷慨赴黄泉，究竟哪一个才是大丈夫，此千古难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其实事实上，先者之所以要选择如此壮烈的死亡方式，不仅是为了尊严与名誉，也是一个先行者必然的悲剧。毕竟先诊这种诡谲诈谋的军事理念在当时还是不为大众所接受的，所以城濮之战有胡衍征功劳，崤之战又有栾之唱反调，这世上从没有一个战神在战胜之余还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与非议，这就是先者作为兵家先行者所必须付出的一切，所以他也才需要用这种决绝的最后的武士道证明自己的忠勇，证明自己还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军人。不但分析了，越分析越乱，我只是觉得天下无敌的一代战神先诊选择如此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实在令人慨叹赞叹。总结他的一生只有热血二字，成也热血，败也热血，就连自杀都要让热血洒满疆场，呜呼，壮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